身穿白裙的元宇宙女神，用科技感十足的小提琴拉出激昂乐曲，展现科技与艺术间的碰撞。台北科技大学跟上全球元宇宙趋势，率先成立全台第一个元宇宙 XR 研发中心，培育产业顶尖人才。这个科大哈，可以说在那个元宇宙还有 XR 的发展哈，已经琢磨很久，被国家哈很早就在累积哈在元宇宙 XR 方面的人才哈。那尤其哈，我们这些学生哈，也都跟产业有很强的连结哈。我想未来哈，对元宇宙 XR。还有产学研究方面会有很大的贡献。与 Meta、雅虎等企业产学合作，提供学生跨领域思考和实作机会。元宇宙透过虚拟实境眼镜、手机、电脑等电子设备，带领人类进入人造的虚拟世界。而北科大成立研发中心，也将更积极的培育多元的科技研发人才。我们会跨我们设计学院跟电资学院的学生，用学程的方式、workshop 的方式，吸引更多对元宇宙有关的学生。那我们也跟台北医学大学做相关的一些医疗教学的这个 VR， 也希望在元宇宙医疗的这个部分，可以透过我们的课程，我们跨校的合作来培育我们相关的人才。跨界合作培育多方科技人才，台北科大将不同领域融入科技，让各种互动形式成为可能。在全世界因为疫情加速元宇宙发展的同时，教育端也透过科技和教育力量，培养更多的人才，带领台湾前进世界。人间卫视陈云婷、邱启恩台北采访报道。